欢迎回来，现在室内23摄氏度，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？我10分钟呼吸的，把水温调到40摄氏度。您有新邮件？先生你好，我是 SAE 的分析师，我的编号是1170，请问可以耽误您一点时间吗？你好，好的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根据我们对您长久以来的工作和爱好的分析，我们认为您非常适合我们公司的分析师职位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团队。谢谢您，请问我可以了解下这个职位的详细信息吗？好的，先生，稍后将会为您发送这个职位的相关资料和相关图表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及时与我们联系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也谢谢您，真诚期待与您的合作，再见。再见。先生您好，我是 SAE 的分析师1160号，我为您推荐。先生您好，我为您。我马上要离开寝室了。你找到工作了吗 ？SAE 给我推荐了，但是我不想要他们推荐的工作，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们走？那你要小心哦，可能会有警察来找你，你知道吗？法律上有规定，辩护必须要有工作的，不然你会被逮捕的呀。知道啊，但是我就不想他们找的工作呀。那我以后怎么联系你啊？看我的个人主页吧，我要先欣赏运动，再见。你好，先生，我是 SAE 的高级分析师 Mikael。我现在最后一次为您推荐高级助理的职位，希望您能够接受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接受你那份工作的。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无论是作为分析师还是做你的哥哥，我都希望你能接受。你不要再劝我了，我不会过你那样的生活的。
Gabriele， 下午好，我是 SAE 的主管朱塞贝先生，我对您并没恶意，只想和你沟通一下呀。说。你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我们 SAE 并未加以任何的干涉，我们仅提供必要的建议。对你的打扰，我感到十分抱歉，但这是因为我们就希望借助你的才华为这个世界创造出更多的美好。我个人十分敬佩你的勇敢和坚定。谢谢你的赞同，但是我不会接受你提供的任何指引。你可以不必抗拒的，以后我们将不再打扰你了，并默认你的所有行为。你记住，你一直是自由的呀。On va faire une commande chez vous.